OK， 这是第2次蛇抽。 上， 哇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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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 哇， 可以， 可以， 融化， 融化 五行角， 可以， 哇， 哇， 可以没有歪， 好家伙， 我3次都没有歪过， 可喜可贺， 可喜可贺， 好家伙， 你这是地球， 哎呦， 哦，气理工， 大力啊！ OK， 我们来到这里，棕梨园这里啊！哇，果然有几个鱼人种在那里。这个水还是冰胖子，有一个雷锤子。在这张纸上写的位置，居然真的有。再见，吹一下。而且还对我们很有敌意的样子。赶紧！哎，别喷我！ 我也不想站上去了，就这样吧。他开盾了呀，这个死鬼东西。他是冰系的吧？可以。可恶，开岩盾了，这个人。再见。哇，不可以。他开盾了，我炸了。我没有带冰系的过来啊，这里。哇，朋友，冷静啊！放下你的锤子。 哎，有盾真的好肉啊哈！撕一下，朋友。哇，这一锤去，再见再见。嘿，不能拿奖励有点可惜啊。闪一下，哎，还要碰哪里啊？挺逗啊，这个身高差，他就碰不到我了，讲道理。哎，锅巴，你有点蠢啊。塞又那啦。 诶，总算是把门打败了。然后呢？还有个水胖子啊，不跟他搞了。等等等等，这什么啊？查看鱼人众的研究。这里有好多符咒，还有好几叠空白的纸，会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这是百无禁忌录吗？看起来是在抄写符咒上的图案。这上面的图案，他们要 copy 什么啊？ 我想起来了，公子给你的那张百无禁忌录确实也长这样嘛。是的，就是那个了。嗯，这种和仙人有关的信物，为什么会落到公子手里？也确实相当可疑。而且不只是信物呢。对哦，还是什么呢？乌云剑锋真君说过，阎王爷当年造百无禁忌录的时候，不是当做信物来用的。这种符咒最初的用途是在魔神战争当中。 用来发挥神力，发挥神力。愚人众这样抄写百无禁忌录，是想尝试用什么方法来引导出类似真品的效果吗？在战争中发挥神力的效果，嗯，听起来很凶险。看来他们的愚人众还有什么大计划？真复杂。总之，以后要对公子更多防备一些了吧？是的，要对他小心一点呢。在这里折腾了这么久。 和钟离约好再见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。OK。送仙典仪筹办之旅的最后一站，记得是在迪华州吧？所以我们终于去看那个送仙典仪了吧？好嘞。迪华州啊，这个也算是迪华州吗？在好远啊。OK，看到那边那个男人吗？他在等着我们呢。来了，钟离老弟。 你们很准时吗？我也刚到不久。是吗？全玉阁好玩吗？嗯，还不错，飞天空的。超大，超华丽，超贵，是我见过最贵的建筑物。确实，全玉阁若称第二，璃月便无人敢称第一。你们应该见过宁光了。聊得如何？毕竟是飞在天上的嘛，聊得如何啊？还蛮好的。 可以，他好有钱，这是重点吗？但亲切也是商人的武器啊。嗯，他对宁光的看法和我不一样，他觉得还是那位说话过于直白的玉恒星更加可信一些。哦，你们还遇到客情了？他对你们说了什么吗？说了一大堆了。他说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如果连璃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，那璃月的未来要怎么办啊？不敬先神，这个笑。的确，比起什么话都敢说的客情，同为七星，还是宁光更像一位典型的商人。嗯哼，虽然亲切，但你无法确定他是百分之百的真诚。宁光是个有志向的人呢、啊。嗯，他能坐上今天的位置，全靠自己。这样的人物必定有其超凡之处。超凡之处，我听说不断扩建的群玉阁正是他志向的体现，是他人生中第二重要的东西。哪怕放弃天权之位，他也不会放弃群玉阁。那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群玉阁是第二位，那排第一位的呢？嗯哼，是我，是罗拉了。可以，很有道理。对了，他找我们说的最多的事是关于愚人众的。他说帝君遇害以后，愚人众一直在璃月搅浑水，可坏了。可坏了。愚人众历来如此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而且他们正在仿制百无禁忌录呢。无论愚人众在图谋什么，总之与他们打交道时，凡事都多留个心眼吧。好嘞。说起来，狄华州也有送仙典仪要用的东西吗？对，我们今天要找的是野生的琉璃百合。这狄华州有琉璃百合吗？一般上都是去琉璃百合璃月那里找的、啊、璃月港这里找啊。明明玉金台的园林里就有很多，我听说青草庄也有一些。是的，没有错，这两个地方都有。对了，我记得我们遇到平姥姥的时候，她就在看花，不如直接去问平姥姥要吧。不，那都是人工培育的，并不合用。哦，要由大自然生成的呀。琉璃百合曾经大量生长在滴花洲，是一种欢欣的花，会聆听人们的歌声。魔神战争前，滴花洲还是片陆地，是战争引来山崩，才让这里被大水淹没，变为湿地，令琉璃百合几乎绝种。现在，城里还保留了一些人工培育的品类，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，其实野生琉璃百合还没完全灭绝。哦，还有少数的、啊、就讲这种琉璃百合香气浓郁，碾成粉末以后放在永生香的香炉里，才是完整的送仙传统。OK， 不过想采这种花还需要你的帮助。需要我劳动吗？需要我唱歌吗？唱歌啊，真的、啊、我笑了。能让花的香味提升到极致。你认真呢？你唱歌的水平怎么样？略懂略懂。有点不信。我现在唱给你看哦。如何？一试便知。真的要唱歌啊？我笑了。随钟离寻找野生的琉璃百合。钟离在这里是吧？野生的琉璃百合啊，蘑菇岛是有。松露也是，还真的有，嘿，那、哦、三选一嘛。是时候一展歌喉了，加油！可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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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 ，What？ 居然是芭芭拉唱那首歌。怎么了？爱乐之花，哇哦，朋友，冷静啊！可能吧，唱芭芭拉的歌也不会怎样。炸了吗门？再见，别蹲下去了朋友。再见 ，OK， 一切安好。他们根本不是琉璃百合，百合怎么会打人？可以，这脚踢。幼犬的样子，超乎想象的敌人。我知道这个片片花，虽然看起来是花，可是超级肉的，真的是。这些花瓣有点意思，用于伪装的琉璃百合与片片花一起埋了太久，反倒成了极好的药材，因祸得福。把这些花瓣收起来吧。可以，反而变成药材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这些花瓣可以用在送仙典仪上吗？
嗯哼，很遗憾，不能。啊？怎么这样？嘿，就要去找别的喽，就讲。我赶雨来了，可以。还没有出现，讲讲。还不能凑合角色啊。你们是在找琉璃百合吗？啊，是你？糟糕，想不起名字。你好啊，甘雨。你好啊，王小美。那怎么可以忘记人家的名字呢？是不是？你好啊，甘雨。你好，旅行者。没想到你还记得我的名字。那肯定啊，毕竟你是七七讲的耶阳。我也不知道啊。说起来，二位的群玉阁之行感受如何？还不错哦。因为你没告诉我们怎么上去，所以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路呢。是的。哎，我没说吗？你的确没有说。我们靠自己打听来的。因为并不是秘密，所以没提吧。可以，我们不该走冤枉路，问一下就好了。是的呢。完了，我竟然忘记说了。OK， 意外的挺呆萌的吗？感觉甘雨脸色不太对劲的样子。他是冰属性的吧，是吗？而且比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连气质也不太一样，好像没有当时的那种严肃感了。是的，可能一般上第一次出场都比较什么的吧，要庄严一点。因为那时是天权星使者的身份，但现在只是在看花。OK。看花？为什么不在城里看，要跑到这种地方来呢？估计要和他一起找那个琉璃百合吧。郁金台是帝君逝去之地，在那里看花是很令人寂寞的。嗯哼。最近这几天我在郁金台附近办公时，都会把窗户关上，以免望见窗外的风景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起这个话题。不，是我自己没能整理好自己的心情。2000年前魔神战争结束，最初的七神曾在璃月相聚，与帝君对饮，而今神位更迭，酒会上的七神已是五神。也就是说还剩两个咯。是的，既然帝君魂归高天，那最初的七神就只剩蒙德的巴巴托斯大人尚在尘世了。巴巴托斯大人温迪，其余五位包括到期的那位雷电将军都已不是2000年前的故人。雷电将军谁啊？现今的城市七执政须弥的草之神最年轻，只有500岁，而阎王帝君在世最久已有6000余年。500岁跟6000年差很远啊。这个3700年历史的璃月，从建立之初就已是帝君统治，从未经历过与神灵的雌性。妈，这风景还有反射的，真是。那么你对这场雌行有何看法？突然这么问，我也作为人，我至今也无法想象失去了帝君的璃月会变成什么样，但作为仙，我想我迟早还是会接受事实的。既然帝君逝去，那么仙神与璃月立下契约的时代在事实上就已走向终结了。等一下，你也是仙人吗，甘女？你说作为仙？我是人类与麒麟的混血，有一半仙人的血统。在魔神战争时也为帝君为璃月出过一份力。OK， 人类与麒麟啊，哇，可以啊。这个战争终结以后，传说的神兽什么的，历代七星的秘书，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天。可以，怪不得你脑袋上有角。还是聊些其他的吧，你们刚才说是来找琉璃百合。你的角还是红黑色的呀。我也知道挺特别的，百合所藏的位置刚好摘了一株，不嫌弃的话请收下它。哇，谢谢你。这么好的吗？那你摘之前唱过歌了吗？是的，这个传统我自然也很清楚。请放心，我唱的是璃月本地的民谣。唱一下给我听看看可否。你也很内行嘛，谢谢你甘雨。不，
是我该感谢你们。若不是这次偶遇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能为此行久远之躯的仪式送上一份心意。我该回去工作了，祝你们一切顺利。OK， 拜拜。这样一来，宋仙典仪所需的各种筹备基本都完成了，摘花这件事在各种意义上都很方便，做起来没有困难，所以才把它留在了最后。钟离的性格是适合开荒的类型吗？嗯，他要是在璃月做生意的话，应该会很享受创业的生活吧。我也确实有过那种日子。是吗？哎，总觉得还有眼睛旁边这个层次的啊，像拿入到里面那个鸣人的那个仙人模式的眼睛这样啊。所以说他是延伸的手法又更进一步了。创业开荒，万事开头难，投注的情感也多，等到一切运转如常，久而久之情感就会逐渐磨损。满是黑桃难，磨损的多了就要重新审视自己，若不小心处理，灵魂就会留下裂纹，无法挽回。看吧，这个脾气一听就是过来人。好了，既然事情都搞定了，我们也该回璃月港啦。 OK， 回到去璃月港。我还可以再听到一次主角唱歌吗？应该没有了吧。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。OK， 来到外面这个璃月港外啊。这是谁呀？公子。哦，不是，是愚人众的呀。怎么城门口有这么多千言君，还有愚人众？你好，怎么了吗？啊，是往生堂的客卿钟离先生吧。嗯哼，千言君正在对我们严加监视，现在是非常时期。可以，我看到画质卡了一下，真是。哦，非常时期，绝云间的仙人终于动身了，他们此来恐怕来意不善。是为兴师问罪吗？多半是这样。听说七星中的几位早早的带人前去迎接。哼，说是迎接，不如说想要把仙人阻拦在城外吧。话说除了灵光和客卿之外啊，其他五个七星是谁啊？是五个还是六个？我就有八个人了是吗？双方态度都很强硬，一时陷入了僵局。事情走到这一步也是必然。仙人不认七星，只认与炎神的契约，如果他们决定强攻，这璃月港恐怕是挡不住的。恐怕是挡不住的。璃月七星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。哼，谁不知道他们态度强硬，但就因为这样，人和仙的矛盾才会一触即发。然后呢？怎么愚人众反倒成了众矢之的？哼，还不是因为那个宁光，说什么宁光怎么了吗？欲来的时刻要千言君彻底控制愚人众的动向，现在才想起来要限制我们的行动，七星也不过如此。总之，钟离先生，你是公子大人的合作者，你的态度也有一半是我们的态度，可别让人抓到把柄。OK， 看来璃月港里的各种矛盾都已经彻底达到极限了，来到巅峰值啊！我们能做些什么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想要凭特殊的中立身份出面调解？还是想要靠你个人的武力改变某些平衡？都有吧，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吧。哦，对了，钟离先生，我听说你们往生堂好像也被卷进了冲突里，正在与找上门来的官军对峙呢。这可不妙，我得先走一步去往生堂看看了。希望胡堂主暂时应付得来，可别闹出什么大乱子。 OK， 愚者，你也再思考一下吧。在我看来，想要阻止一触即发的爆炸，不如先想想隐性在哪儿。隐性啊？什么是隐性啊？当愚人众的道上朋友，看来既有好处也有麻烦呢。嗯哼，所以刚才钟离说的隐性是指什么？那个橙色头发的男人，一路上把我们买单的冤大头公子。要说谁最盼着这种满城大乱的情况，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他了。这家伙一定是趁着所有人都没空管他的时候去做什么坏事了。嗯，想得到。可是现在该到哪里找他？在所有混乱都变得特别混乱的时候，
他会去哪里呢？那当然是抽卡池啊。跟我来。他在哪里啊？吃东西的那地方嘛，算是不清楚啊。黄金屋 ？What？ 嗯，这里其实有一个新的地方了。What？ 哦，这也是新开的界限啊，之前只是开到来这里罢了的。哇哦，也是说是一片新的区域啦。我本来是想飞下去的，可是难得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那直接过去走过去吧。什么啊 ？What is this？ 我记得之前还没有看过这东西的吧？哼，以后再探索吧。可以拿到这个黄金屋了。黄金屋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像是打 boss 的地方嘛，我记错了吗？可以来看看附近有什么东西呢？也就这样吧，没啥特别。黄金屋啊，可以啊，给我们进去吧。黄金屋，哎，这也是打 boss 的时候呢，是吗？我想一下有什么东西要准备的，好像也没有东西吧。那这样吧，追寻着真相，终于抵达了漩涡的中心，巨身黄金之中等待着你的则是，懂吗？给那直接干吧。来了，朋友们。这里就是黄金屋。嗯哼。外面看起来就已经很气派了，没想到里面更加豪华，而且满地都是摩拉。我的妈！那地方闪闪发亮的钱，还有倒这地的一个千年君。哇，不过这地方的配色真的是很豪华。整个提瓦特的摩拉都是在这里造出来的，那是不是多一点少一点？都很不容易被发现。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抓。原来是诱饵式陷阱，好险好险，幸亏有你提醒。肯定啊，就算不能拿，近距离看看应该没问题吧。嗯哼，眼看手不动。可以的话，我还想躺在里面睡一觉，用摩拉当被子，做梦也会更香。讲真的，那硬币其实是很有味道啊，你躺在里面恐怕你整个身体都有硬币钱的味道了。还是先确认先祖法对的情况吧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正事要紧。Okay? 这里是不是太安静了？先祖法推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肯定不会没人看管吧。刚刚已经有个人倒下了，所以情况不是很乐观啊。感觉情况很不妙了。嗯哼，我们赶紧去确认。怎么只还一个人呢？法推有没有异常吧。诶，其实这个什么先祖法推啊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也不知道啊。是制造钱的那个东西吗？哇，一条龙这样了，可以，肯定公子操作出来的吧。你们的使命明明已经完成，为什么还要来自找麻烦呢？来了，公子。是谁？如果你们是愚人众，或许能够拿到一笔来自女皇的丰厚奖赏。可以这么走上来，只是这样怪呀。但可惜现在就只是毫无价值的碍事者而已。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该从何说起呢？本来绕远路也不是我的风格，但谁知道一到离月，炎之神就离奇死亡，先祖法退还被藏了起来。要不是借你们筹办送仙典仪的机会得到了一些消息，只怕会更加麻烦。追上来的吗？跟踪上来的吗？摩拉的铸造也要隐藏先祖法退，七星还真是下了血本呢。原来你真的是想要在先祖法退里找出神之心。嗯哼，作为愚人众的十一执行官，必须贯彻冰之女皇的意志，女皇想要我们就来取。我不允许。问题不在于谁会允许我，而是谁能阻止我。交易和算计的时间终于全都过去了，其实我也很讨厌那些小手段，不过为了女皇我可以忍。可以，要开打了吗？接下来我们可以享受一些单纯的快乐的事。听故事里面公子很喜欢战斗啊，讲真的，那就是争斗。
争斗？争斗？你是那种喜欢找人打架的类型？那种小混混吗？可以这么说吧。在蒙德，女士在教堂外冒犯神灵，得手以后就急匆匆地离开。她宁愿靠冰雪暂时封住所有人的行动，也不想当场与你一战。这是为了避免战斗时的动静引来歧视。哦，原来有这个原因啊。面对强者，他只会优先盘算利益，考虑胜负，考虑出手以后的影响。但我成为执行官以后，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向更多强者挥拳。蒙德发生过的事不会再发生一次了。嗯哼，好，那就来试试吧。我不会杀死你，旅行者，我只是想享受战斗的乐趣，所以请你陪我玩而已。可以，那就玩玩吧。只要和我一样也享受战斗的乐趣就好。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？我打不赢你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可以，好吧，既然你也很想玩，那可别让我扫兴啊。可以，来吧，这时候该公子打了。各位朋友们， My God，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展现你的一切吧。与愚人众官对战的机会非常难得，直接被他标记了呀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还被吸进去吗？记错了，他开近战模式了。这人躲躲藏藏，永别了。这么容易的吗？哇，不容易啊，容易个鬼。残血了，再认真一点，好像不要被标记到啊。怪不得女士也对你有所忌惮，那我也可以尽情发挥了。哇，这么有雷元素啊！我的妈，我的妈！对你来说可能太粗暴了。面对执行官的全能，让我看看你还能做到什么地步啊！闪一下，给我扒喷他！抓到你了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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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你可没用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哇哇哇哇！雕虫小技，怎么？别白费功夫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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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抓到你了！哇，好痛啊！要打我一起。OK， 现在暂时先把他打败了。看 PV 好像有第二个形态吧？哎，不是我把他打败的吗？不错，你的剑术确实有点意思。哇，雷元素啊，这个人。但也就仅止于此了。哇哦，风元素。那圣干，哎，有帮手啊！哇，帅！想不到你还藏了一手，居然利用劣势反而接近了先祖法推。他靠近那条龙了呀！金小怪的像个新兵一样，这种事对久经沙场的人来说，不过是小菜一碟。我要干嘛呢？他放电进去啊！被骗了。原来如此，真叫人意外。是钟离的诡计吗？他计划才是捷足先登的那一个。快躲啊！他要变身了，水加雷！我的妈！仙女变身，可以，整个铠甲勇士这样了，现在是，哇哦，只是眼睛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完了，刚刚已经有点难打了，现在不更难打吗？声音都变了呀，no， 可以跌下去别一个场地了。派蒙，这里又是哪里啊？哇，神仙下来了，这怎么打呀？怎么打呢？这等等等等等等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先施个食物吧，讲道理，不然残血状态去打有点不是很好啊。我是不是要吃个先跳墙啊？先跳墙，然后防御类的食物吧。
38仙啊，行吧，那就吃一个吧。哎，黄金蟹也不错啊，治疗效果，黄金蟹可以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体力的东西，攀爬冲刺，行吧。还有什么能吃的都吃了算了。炎炎术伤害加成，火焰术伤害加成，风焰术伤害加成。哇哦，好快啊这个人！哇、wow, ！No！哇，伤害好高啊！起风了，就这吗，朋友？这什么形态呀、啊？海浪，金鱼 ？No！ 哇，闪掉了！啊，就这样啊！啊，就这样啊，这么快的吗？哈哈，我有点意想不到啊。我打了几分钟来着？原来的样子，打了一分钟、两分钟啊。OK， 也该冷静下来了。他应该没想到主角打得过他吧？刚才那身魔王武装，对身体的负担果然很大，让我没机会停下来思考。但仔细一想。你们确实没有比我抢先一步得到神之心的可能性。无论神之心去了哪里，都应该与你们无关吧？嗯哼。是啊，都说了不是我们拿的。那背后有人谋划了这场什么吗？旅者，你今天展现出的实力，比女士在蒙德对你的评价更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正在收集七种元素，是因为正在逐渐恢复曾经的力量。只打我，随便选一个吧。看你的样子，心里好像是有答案的。嗯哼。但如果是不能对我说的秘密，那我也只能勉强压抑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。好奇心啊！有这场战斗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OK， 这场战斗刚开始的确很刺激一下，可是这打打下就同样是追求死了就什么了，都是朋友。尽管这种友谊的形式只能是互相争斗。也算是朋友吧，真是奇怪的朋友。但现在也不得不暂时搁置知己间的交流，回到我的任务中去了。嗯哼，既然神之心不是被人拿走，那会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在先祖法退里呢？哦，更进一步的想，先祖法退本身会不会也只是一种障眼法？所以说公子被骗了是吗？啊，你是想说包括主角啊？阎王帝君并没有死，恐怕正是如此。那可真有意思，一切都是一场阴谋。不愧是商业之都的守护神，对契约之外的小手段也非常精通呢。这样一来就只能发动备用方案了。什么？你要 plan B 吗？备用方案？本来不想用这个方案的，因为会波及弱者。这么好了吗你？说到底，世界属于我们这些追求变强的人。对于无聊无趣的弱者，我平常都不怎么愿意去理会。可惜身为愚人种植新官，是不能对手段挑三拣四的。这就像小孩子有时候也得学着去吃自己不喜欢的胡萝卜一样吧。嗯哼。所以你究竟想做什么？是的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要唤醒孤云阁下沉睡的魔神。魔神？魔神？漩涡之魔神奥塞尔，在魔神战争时败于炎之魔神摩拉克斯，被炎枪镇压在海中。所以你要让我们两个再战斗一次？如果让一位昔日的魔神去进攻失去了神灵镇守的离月港，你们觉得那位把我们都耍了一通的阎王帝君大人，还能安稳地躲在一边看戏吗？可是，魔神战争都结束了2000年。在世上只有七神的今天，你要怎么把远古的魔神？当然是已经准备好了唤醒的手段。哇，你要干嘛？这个不是那个百无禁忌录吗？啊，那是百无禁忌录，好多张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确实有发现愚人众在研究它。我亲眼见过研究的现场。没错，给你们的那张只是这场研究的副产物而已。副产物啊！这么多百无禁忌录的力量汇集在一起，再加上女皇赐予执行官的力量，暂时解封岩枪镇压之力
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。原本对我来说，走到这一步，动用远古魔神的力量已经很无趣了，也不符合我的信条。的确，不过一想到不仅是那位炎神，连你们也必须为此做出应对，倒也还挺有意思的。所以你要发挥全部力量吗？外面呢，变阴天了，要下雨了，暴风雨，龙卷风，还是水的龙卷风啊？这个什么？感觉看什么海盗的电视剧这样啊？电影是那个魔兽吧？有种盖欧卡的感觉啊！拭目以待吧。失去神明的国度会不会被远古的恶意重新吞没？他疯了。如果你们也想陪林月人一起溺死，那就祝你们玩得愉快。快走快走，开始滴水了。这里追丢了，那家伙跑得好快。哇，是什么？这不是群力阁吗？ What？有点宝可梦神兽出现的那个味道了。水龙？这是水龙吗？